前年到了演员，直接开失意，但是被踢歪了。后方的话呢，是由宇翔进场，粘到了五个人，下马吗？没有办法，下马直接倒下来了。哇！但是演员在后方是被西西给击杀掉了。但是西西，你说开完之后应该也要倒。这边凯已经拿了 double kill， 狗哥最后一滴血也没有办法。这是一个一块四的团战 triple kill， 这会战打的，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？凯的飞泪回来了。俊孝开启自己的，我太凶了，好凶，好痛啊！哇，演员的伤害实在太高了吧？这个女超人有一点点夸张了吧？最后是一个一冠三，我的天哪！而且高地辉，自然领域刚刚也是开战了，红区的一个宅控里头，哇，再来花里往前秀来抓死夜曲，哎呀，这个血量，这是喵喵要往后一个龙卷风。太凶了！聊天室还不刷一波溜起来，原本以为会有机会被卡芬妮反杀。想追，戳往前，但是呢，后面 Heroes 在等他。哇！往前距两道跳，被娃娃的位置很危险，被收掉了之后呢？这边 Kid 的位置也是很尴尬，顶中宝珠开出来之后的网枪硬砍珠宝，玩家都进场，恭喜闪电狼在这个 match 3-1的成绩赢下了这场比赛。叔叔太鬼了啦，叔叔太猛了啦！好，来了虚宝的序号，就在阿宝敲起撕裂大地的同时，也让我们虚宝。来到了我们荧幕画面来里头了，小莲花赶紧把血量给吸了回来，但这位置有点尴尬，他往前打那个 triple kill， 但是他应该有血图米哦，直接复活了，复活起身，我要再往前想要来抓一下雨中，雨中好两难，你不要这样挑拨我的心，雨中在温泉里面。